中国大陆辽宁大连的一家幼儿园，为了庆祝儿童节，举办了小孩与家长的西瓜接力比赛。而影片中的孩子由于不太了解比赛规则，看见爸爸吃了他手上的西瓜，只扭开身阻止爸爸接近他的西瓜，最终爸爸快速地把孩子的西瓜吃完了，孩子也愤怒地把西瓜皮丢在地上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！你跌倒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别倒了。怎么了，小熊宝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不会再跌倒了啦。哪有人跌倒还可以吃香蕉？儿子表示想吃香蕉就说啊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小 Q 宝早知道爸爸的演技太差，所以